下体磨蹭女乘客，706公车红衣阿伯是惯犯。这个红衣阿伯让女乘客受惊的程度，绝对不输给红衣小女孩，因为他在706公车上使出了积极攻击。之前曾被红衣阿伯靠近的诚信女子，今天早上看到又有灵性女子受害，勇敢的用手机录影，还上前呛色阿伯：“我已经录影了，你不要再乱来了哦。”不要靠边，就是离开。借由公车刹车的时候，然后就假装是站不稳，然后就靠在椅子上，然后等到就是车子停了之后，然后才慢慢的往后靠。它停留时间还就不会说痛到就离开。见义勇为的诚信女子在脸书社团 po 文提醒，光是她就看到四次。她有这么靠近吗？感受对，但是手是扶的。对对对，她是，所以她是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他就是刻意这样子。之前也有高中女学生和年轻的妈妈受害，还附上红衣阿伯常下手的位置，已经报警处理。突发中心新北报道。